他是大牛了，我可以再玩那个澎湖夜生活，太棒棒棒！阳光加成，我爱澎湖湾。哎呀，今天又来到了澎湖啦！哎，没有错，而且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呀，航线比大的航道去哪了？探索，听说是一个无人岛，而且我们的航班已到，那我们赶紧的，探索成功。这里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看到了，哎，有哎，珊瑚，哇，珊瑚礁哎，好酷。有了有了，有鱼，有那个鱼，哎，有泥木，小蓝鱼啊，那个嘛，多利多利是多利，是多利耶，哇，好棒哦，哎，这个蛮清楚的，小蓝雀雕，小蓝，来这里，来这边，这边我们准备转什么圈？小鱼，哎，那个感觉很好，因为我们之前是划龙舟，哦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之前是我们之前是很专注的在竞赛，很专注在讲，我们刚刚是很专注在看海，那个感觉很好，哎，就是反而会有种很想要潜下去的欲望。其实刚刚没有穿救生衣上船，有稍微一点点担心怕会翻船，但是就像刚刚说的，就是很自在的可以看到鱼在下面游，就会很不自觉觉得，哎，我好像也可以下去跟他们共游，哎，很轻松、很自在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这一座岛的名字叫做香炉屿。香炉屿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会常常起雾，它这就很像香。啊，香火鼎盛的感觉样子。它行光合作用，唯一会行光合用光合作用的贝壳就是车菊贝。它的三十万不是说它价值三十万，是抓它的价三十万。哦，代价三十万，代价是三十万。那是只有澎湖才有这个？没有，很多地方都有。哎，哎，是这个四颗，敢吃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吃。你要吃？那你要说出它的感想。啊，怎么了？鲜的海味。他可以在玩甜甜圈，哎，对啊，就回家，就没有。